怪怪那个人，来工厂里，然后太阳没没没看到，跑晚饭去了。还记得那个人吗？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两单，做下去两万圈成功了。啊，那人太搞笑了。今天我要去他给他 PK。很慢。是太慢了，你就磕那么一点，磕那么长时间。原来声音还有，我不记得是谁装的。啊？听这声音还有。